回来的时候，我说呀，真的难为你了，就妈妈难为你了，你可为了就要求你考6分嘛，真的难为你了，也觉得他说，你也知道难为我了，你不知道我这么功课最差吗？非得让我考这个，但是也没用上嘛，那个出国他没出去嘛，那没用上，那但是我觉得你他因为这个逼了他一下，他考了，他英语赶上来了嘛。但是他还是真的出去，他很觉得很辛苦，很有压力这一刻。但是我就是说，有时候要求孩子，但是说，但是如果他考了5分，他没达到，我也不再说了。就是小孩子，你越要求的不，我从来不管他们的学习，从来不问，很少。但是一旦我管，我问，他就，我觉得他们俩就有压力了，就很努力的要把那个，就是他好像要在你面前证明什么似的。因为你从来不管，你反而是管一下就很厉害。你要是每天管完了，啥用也没有了。他们俩就出去，就是说，我妈就是说啥呀？嗯，说东行不行？行，说西行不行？行，我妈就这样的跟老师说。我在回家征求你妈意见，说我妈说东嗯，说西嗯，我还是我自己决定吧。笑死了。哎，就那样。就是老师，你这样就从小培养他的独立性的嘛。是有些东西，孩子就是你去，其实我们因为他是自己的孩子，你心疼嘛，你就是好想给他做好一切啊，帮助到他。其实最好的帮助让他独立，最好的帮助让他去独立，让他去经受那些，该经受的东西嘛，哪怕他摔倒了，让他摔去，哪怕他在学校被人欺负了，让他欺负去，是吧？他不永远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很强，他总有受欺负的那一刻，他受了欺负，他自己走出来。但是你可以告诉他，就是人这一辈子，不是你永远最强的，总有人强外求，有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总有人会可能欺负你的，而且是没有理由的欺负。面对这一刻。就是说，你打打不过，你告告不下，你死你所有招使尽了，人家就欺负你了，那你是不是示弱？就是你就是弱者又怎么样呢？在他面前，你就是我输了，你欺负我了，我输了，我还回报不了。但是我告诉你因果的，因为你欺负我，我真的是这一辈子我真的是抗衡不过你，厉害吗？是不是？我说你在学校也是，所有的这一生都是，总有人会，可能有人比你厉害。他在各方面都比你厉害，他就是压你，他就是欺负你，而且故意的。我说你怎么样坦然的面对这些问题？不是你坦然你自己很强，是坦然面对你弱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咽下那口气？你很弱，承认自己是弱者。我说一个人能承认自己是弱者的时候，其实也是蛮强大的。我告诉你，承认自己的失败，承认自己是弱者，承认自己颓废了，承认自己很沮丧。搞不定，很无奈，有些事无能为力，尽了全部的力量，尽了全部的心，你仍然没有成功，没有达到，承认自己是失败者，承认自己是无奈的。我说这也是强大的一种，就是你告诉他们，不能经受不起失败啊，不能经受不起被别人瞧不起啊，人家没人认可他，